4.4版本因越男团形象曝光了，男团中有6位成员，不过手游只有4位成员而已，分别是伊泽瑞尔14级皮肤、瑟提14级皮肤、永恩14级和至臻皮肤，以及凯隐传说级皮肤。另外还有2位是手游未登录的英雄，分别是厄斐琉斯和瑟桑提。哦，对了，厄斐琉斯并不会在下一个版本上线，都是营销号一直疯狂炒作的假爆料内容而已，甚至 4.4 版本是最后一个版本他们都不知道。最后，这次的音乐男团名字并不是真实伤害或者是 KDA， 而是跟一件装备息息相关。那么大家觉得这次的男团名称叫什么呢？欢迎留言分享你们的答案吧。那么我是臭记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。